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阿阳，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虚无传第六集。哎，听到没？这附近好像有水声哎。哦，不对，这好像是岩浆的声音，是天然矿洞吗？不过我已经挖到基岩了，如果想找这个矿洞的话，得往上挖才行。但是这样可能会不小心把岩浆给放下来。哎，不管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富贵险中求，恶向胆边生。这个成语好像用的不太对。总之就是不作死。哎呀，我肯定不会罢休的。过去，还真的一镐子下去就出岩浆了。哎，快快快，拿石头堵起来。哇，堵好了，看来还真的得小心一点，继续挖。慢岩，怎么这上面也是岩浆？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还踩到之前留下来的岩浆上了。好吧，还是得继续去那个地方，有岩浆的地方一般矿物肯定不会少。那这次我就退远一点挖，这回应该不会再让我试图在岩浆里面游泳吧。岩浆在这一层，堵起来，先把周围的这些矿都挖走。哎呀，这块煤好难挖呀。纳尼，什么都没有掉。哎，等等，这个好像有点不对劲呢。天哪，上面竟然不是煤，比普通煤多了不少黑色的部分。不知道铁镐能不能挖啊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先不挖了，估计也不行。现在还是非常需要一把钻石镐，把这些从没有见过的矿给挖起来看看。我先把周围的一圈石头都除掉，看看有多少这种黑色的矿石。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黑宝石吧？不过这个矿石没带什么光泽，我印象中宝石属性的矿石都会带有点光泽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黑色的矿石矿藏量还挺丰富的，这么一大块都是这个。哎，你们听，这回真的是水声，这次附近又有水又有岩浆的，80%可能是到天然矿洞了，没准运气好点还是个什么地底大峡谷。哎，可以，马上把这个大峡谷给我找出来。好像还真是大峡谷。哎，我去，巨人傀儡出没是什么东西啊？不会是说这里有什么 BOSS 吧？进来就是那么大一片岩浆，讲道理这巨人傀儡应该不会淌过这个岩浆湖来打我的吧？这岩浆峡谷还挺大的，我干脆把小月一起叫过来探索这里吧，一个人总感觉有点内心发毛。哎，小月，就是这里。欧阳，欧阳，还真是名不虚传，我在那挖了半天什么都没有，你这一路就发现这么多东西了。嘿嘿，那肯定啊，在墨子森里面飞了好久，总不能到虚无世界还不让我回到欧洲吧。我去，怎么聊着聊着人不见了。算了，反正他应该认识路了，就让他自己过来吧。我先看看这周边有些什么东西再说，用石头堵住一些岩浆，防止待会儿自己也不小心掉下去了。这里还是有不少矿的，先把这些能挖的都带走，然后再找找这个峡谷里面有没有钻石，到时候就可以把那些什么翡翠蓝宝石通通带回家了。一定要关注转发哦。